从后里马场坐车到外埔园区大约20分钟。外埔就是热龙馆，来，从外省头发转到有机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怎么样慢慢的恢复起来，叫发酵。要学会绑袋子才能算是你会种香的。60年前，我以我咧熟悉的家己的这种，会有声音。叫啊声呢？叫啊声呢？要跟他摇动。天地。天地。
超一万。那我们各位如果没有开的话，以后撤展之后看不到，因为呢，公办局收购细作编业哈，这个是到去年截止，那么到去年截止，你要看到很多。高阶的枝条，对，要解说。那其实这个拍照，将来多人眼光一来就拍哦。他学来宾不管你几，一来就要拍这个东西，因为他拍镜头。完了，木龟，奶鸡，牛面，巨光葡萄，有鬼，苹果。花样古春风，蝶影月深幽。前方是智龙馆展区，漫步水中。智龙馆入口的布置，换代了，台湾凤蝶兰，这一只是无叶幻泥兰。
低崖出走，踏上陆地的苔藓之路。此次花火的吉祥物石虎。在暮色苍茫中离开布隆馆，准备复位。